实在就是 SUM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民雄的议员汽车，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2012年 Toyota 的 Innova。 这台车是 2.0 五速的手排车，它引擎是 2000cc 的，然后五速的手排，目前的行驶状况跟换挡状况都相当的良好。台车的公里数为211809公里。再来看到的是我们中控台的部分，然后我们的时钟，然后再是我们的原厂音响主机。音响主机的部分的话，作用都是正常的。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冷气的部分，我们冷气的状况还是相当良好。然后这台车的部分的话，它是五速的手排。再来看到我们这台车配有前后双路的行车记录器，然后它还附有倒车显影的功能，整个画面镜头都相当的清楚。我们这台车的内装是用黑内装，可以满足商用车主对于商用车的耐用耐脏的需求。这台2012年 Toyota 的 Innova 售价是23万元，如果喜欢这台车的话，欢迎莅临赏车。还有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实在就是 SUM。